而且我姐每次洗澡都不关门。姐，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洗澡啊。哇，马赛克哎！哇，快来对哇！你今天要控诉姐姐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今天要控诉我姐姐。你们差几岁啊？差11个月。来，最壮一。衣服堆积如山，还不喜欢整。第二个要控诉的罪状是在卧室吃东西，掉的到处都是。所以说你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你还是佛心哦，就是掉东西，你当认为是在布施。对。对嘞，所以你会在床上吃吗？不会，但我是在床的旁边，可以吧？你又是什么旁边？你是在旁边讲借口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在坐在床上吃嘛？不是，刚好就在床的这个旁边哎，靠着。我有那个兴趣，就是因为你有那个兴趣，因为我想睡觉，但是我又想吃，我只能选在中间值啊，在前面吃。中间值就是。我喜欢在床的旁边吃东西。你请问，所以坐在床的旁边边吗？不是，他就很想吃地板，不是啊，床旁边的地板，这是床啊。对，然后我坐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我喜欢坐着。你会打扫吗？因为掉。不会，但我喜欢。不是麦克风，不是用麦克风，你要麦克风就拿。你麦克风挂在旁边。你多久打扫房间一次？我有一个奇怪的地方，就是我。对啊。我喜欢吃的很脏很脏，然后再清。我觉得吃到很脏很脏，就我觉得很有成就感。那你就倒掉，直接倒在床上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说，如果吃鸡腿，我会把它喷汁这样子。我想啊，怎么会有人鸡腿要喷东西？就是你是什么宗教仪式？是不是？你有试着带姐姐去看病吗？可能没救了。你喜欢把这样弄得很脏哦？不知道为什么要小心翼翼啊？我是意思说。他吃的时候会一直滴一次，你就让他想滴就滴啊。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就让他滴，然后碎片的吃，碎片就掉啊。对啊，你不觉得是这样？而且他吃的时候嘴边都会很多絮絮，然后出门的时候也不知道，然后边边都是。而且他觉得很神奇哦，还出门说：“你刚刚吃薯片对不对？你怎么吃到？太傻了都，你都猜得到。”再来，好，罪状三，超级控制狂，每天都要使唤我。两个住在一起，真的要控制，真的控制别人呐。可是你们差年龄差这么近，你应该会不服气。对啊，不会啊，因为他比较成熟。嗯，就讲话的时候，好像没有要控制的。对啊，我在帮你找。对啊，对，壮士使用浴室不关门，把我当空气。这个行为，这个行为很性感。OK， 洗澡吗？还是什么？哦，你们不一样，人家是洗澡，他们是大便。都一起的，啊，所以边洗边，洗澡旁边大便啊，这样一起，所以你为什么用浴室不习惯？那你会觉得不舒服吗？就是经过就会看到他的裸体，然后有时候看到的时候就会想说，如果有人来的话啊，不就会被看到吗？不是，这样很危险哎。不是外面还有门，门开啊，打开就看到啦。也会就是外面门打开，哎，我姐在洗澡，来哦，而且他那个家里的门都不锁啊，家里门都不锁，不会锁，不会锁，没有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有时候他在的时候，他一进来我就没有去锁他，就等于是外面如果有人想进来，还是可以进来。对，这样危险。所以说我们以后都不要跟踪他，我们跟踪他就好，他一进去我们不会锁门了。哦，这个很危险。嗯，这个不行不行。现在我们还有头发。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我今天来揭发你们的女生月圆，她有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不要看她每天都美美的，其实她私底下有些肮脏的行为。哎，姐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我在叫外卖啊。啊，你刚刚不是在吃很多吗？我不知道什么，很容易肚子饿，烦哦。太夸张了吧？还好吧。谢谢。这个哦，要拿这个，对的。谢谢哦。好，我们还有这个。啊，还有那么多。对，要分开拿。好。哎，你的三头撞击。我有叫吗？哎，姐，我们有叫东西吗？有，我刚吃完甜的。啊
而且还三桶，太夸张了吧！你看他都吃这么多，而且一个人都可以把三桶吃完。你怎么又在吃东西？而且还是在床边，这样子习惯不好哎。不会吧？在床边吃的舒服吧，因为靠着。结果你还喝六杯饮料，没有六杯啊，有一杯送给你的。我姐有个坏习惯，很常叫我做东做西，做牛做马的。星星，再来一下好不好？你看，你看，姐干嘛？按摩，不然干嘛？哦，好啦。你看他的床边一大堆衣服，超级多、超级乱的，太夸张了吧！而且我姐每次洗澡都不关门。姐，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洗澡啊。哇，马赛克哎！赛克先生是谁找来的？怎么会马赛克呢？对啊，怎么会拍洗澡啊？太夸张了吧！欸、不是你太喜欢吃了吧？哦，我喜欢自己挑战自己可以吃多少。是什么兴趣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就是我生命中这么多年，我叫那个炸鸡，我只叫过一桶，我没有叫过超过两桶。没有，因为我之前跟我朋友如果叫一桶。他们如果跟我要，我会觉得吃不够，所以我就会叫多一点。OK， 以上好，我们来投票，认为控方成立就举控方，认为是被控方成立就举被控方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举牌。等一下，你不能举啊，你神经病！你现在举，一二三。反正他比较，大家觉得他 OK。哎，我有帮你，我没办法。其实我是要举这个，但是没办法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你吃不吃啊？我吃啊。可是我们要吃三桶炸鸡，因为他换了哟。来，哎，你吃哦，太多了。这个朝天椒哎，好狠哦。这样还好了，刚刚我给他们的也是差不多这样。味道很重。那假的，那假的。我先把你那个水弄好。哎呦，体贴。还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不辣吗？不辣，如果你看朝天椒哎，好不好？没有在骗你。等一下你表情不对啊，你们怎么辣啊？是吗？是吗？眼睛抽动了，真的吗？真的不辣、啊，我还可以吃第二颗。真的哎、欸，你不是要喝两餐没有？哎、欸，这个不辣，对啊，你那是管子辣嘛？没比一般的辣。那你沾这个是？这是好像真的蛮辣的。真的没有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。怎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辣？真的啊？我都出汗了。真的、啊？忍不住了、啊，忍不住了、啊，真的辣，这真的辣，真的会辣，它后劲很强。哦，那你很会吃辣，不错不错，吃辣女生最漂亮。你只是比较不会控诉哎。发现他真的还是喜欢姐姐啊。当然，对啊，热爱姐姐。而且这个对不对？其实都还小东小问题。其实我是想感情很好。其实我是想吃水饺啦。这是笑点吗？笑一下，笑一下。感情怎样啊？不过今天我们就是吓到，演员这么会吃，我们就是为你掌声鼓励。对，餐桶鸡，好，来，厉害。